手上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这部 MV 的编剧。然后大家觉得 MV 好看吗？好看。谢谢。然后就是其实剧情就是很普通，可是很谢谢每个演员都很努力的演出自己的特色，然后把这么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看。然后其实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有发生很多状况，然后也很谢谢他们陪我一一克服，才有这么好的作品让今天的大家看得到。谢谢。